又是2.5。不要左青龙右白虎啦，今天华夫人过世啦，含笑半步跌发作啦，完蛋，他一定又笑又走路了。有点那么一丁点的感受到不对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有遇过其他的传花吗？说真的没有，一场都没有。我传攻的时候只遇到，还有遇到一场，这只居然一次都没有遇到。一日三命闪快发作了，不要啊，冷静点哦。怎么感觉现在运气好的人抄到球就要投三分啊？是想表示什么？我运气真的很好吗？啊？真假？龙本川哦。欸，这个翔阳高中是加什么、啊？晃倒率跟中投，干他很强欸。那翔阳还可以团练，欸，这有点恶心欸。这个哪可能地超？我看到他要地超，我就直接后仰就好了。你忘记这脚是要后仰。他刚是有我投篮的吗？我刚把手举起来，他以为我投篮，是不是？阿姆是怎样？以为我投篮的哦？冷静点吧。他想低超直接后仰就好了，真当这角色开玩笑。鱼塘开炸！
哎呦！哇！龙本川，他怎样？想想到底怎么输的啊？哎，被击伤了。帝王上篮，哎，开哦，没加速，刚好，哎，又超到了，是怎样？才加入这个应解僵持，反正可以了，还有招式啊。Yes。达木放弃了，然后玩的菜又放弃的早，真狠。哈！买单炸鱼食掩护 NBIT这个是翔阳队最牛超强无敌这个角色一出吼那个精华很好捡哦素材一直补